因为新冠疫情延期一年先举行的东京奥运昨晚终于开幕，今届有不少靓女运动员参赛，其中为哈萨克担任女持旗手的田径选手里帕高娃，和19岁的哥伦比亚女射箭运动员艾哥斯达就成为另一亮点。里帕高娃是一名俄罗斯裔的三级跳选手，她1.83米高挑身形和一头金发，再加上一条白色的长裙，还有将金发盘成花髻，戴上白色口罩仍然难掩仙气，即刻引起注目。不少网民高呼她非常漂亮，更加以天仙下凡来形容她。现年36岁的里帕高娃其实来头都不小，她曾经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赢得三级跳金牌，在2008年北京奥运夺得银牌，上届里约奥运亦都在三级跳赢得铜牌。而除了里帕高娃，另一位吸睛的美女运动员就是19岁的哥伦比亚射箭运动员艾哥斯达，她不单止样靓，还有甜美的笑容，射箭技艺亦都超群，眼大大的她表情多多，非常可爱。艾哥斯达在今年8月举行的世界射箭青年锦标赛入面，连接击败多国选手进入决赛，最后更加夺冠而回。